是福音朋友，在这四天我很喜乐，起初因为其他行程无法与大家相调，享受主耶稣。在这几天，我看见了各式各样的弟兄姊妹。昨晚在寝室中，与姊妹们分享我的喜怒哀乐。我知道我的以为是全然的。我很喜乐在教会生活，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。Amen.